人讲行行出状元，酸甜苦涩谁人知？走遍台湾大小巷，行对着上天的脚步，来起行啊来！就是这间，无讲你唔知，咱嘉义人的下午茶时间的点心就是伫个遮，到底偌好食，我带你来看，真正有够好食的啦！来看一看，看一下，这个大姐，你常来这家吗？常来，常来是常客哦。对，好吃吗？从小吃到大，从小吃到大，这间开多久啊？差不多五十年了。五十年了，哦天哪！我的两倍的年纪有没有？高高高我的年龄。你喜欢吃什么哈？我看见。温泉。我也是。这超好吃的。超好吃的。你刚才有想喊，你看三比八，还够价，还外带这么多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哥哥姐姐从北部回来，一定要指定要来吃的。你姐姐哥哥姐在台北。对。北部，然后指定要买的。一定每次一定要吃的东西。你外公做夸张的吼，你家己你凭良心讲，这是不是呢？过两点钟过了，你家来买都无啊？对，你真正有够行。有时候一个半小时就买不到了。太夸张，我怕我买不到，我要赶快去买。而且我这边排队排很久了。你刚刚排多久？差不多40分钟。哦，这很夸张，可是我刚刚也看到插队。千万不要说出来。好了，今天在地人才知道这个下午茶真的非常好吃。讲到我都快要流口水了，我们再问一下，这个 ，Hello， 帅哥，哎，我夸姐，哎，你这个是什么肉？这是猪排。猪排哦。对。那你常来这边买吗？常来，还蛮常来啦，上下班都会经过。然后上下班都会经过，所以你也常常来买他们的肉是吧？对啊。那你最爱吃什么？最爱吃什么？但最爱吃猪排。猪排。对，所以我加了一个很大块的。是你常来吃当点心、正餐、下午茶。下午茶。对。咱今天家己人，咱也好聊哦。当然可以啦。嘉宇，你一个人吃这么多？当然，同事啊，朋友。我想说你一个人吃这么多，还蛮多的。哎，这超好吃的呢。你赶快切切到分我吃。好啊。那问一下，这帅哥问一下。哎，你有弱了一点哦，隔壁这个夹那么多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最近在减肥，可是还是很想吃。不要减了啦，来家你还有可能减肥吗？就把它当成明天的事业在经营。永远都是明天的事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就会常来这边买吗？住附近吗？我蛮常来的，住附近而已。对。你觉得你最喜欢吃它？我喜欢吃它的金桂，好吃。那是什么？金桂。金桂哦。哎，对。你赶快切切，我可以吃一下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可以。啊，好赞哦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加油！哒啦。就是这位啦，来为大家介绍咱的这个卤肉饭达人的黑人哥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阿公阿妈吃了会讲过去，爸爸妈妈吃了会甜蜜蜜，弟弟妹妹吃了会笑嘻嘻，上高岗上高赞的怀念滋味，咱下岗人的点心卤肉饭。终于被我等到了，哇，真希望哈，就希望的呢。黑人哥哥，我给你请教一下，咱这卤肉饭你做多久啊？那我个人做40年啊。你个人做40年？啊，那我是当老卵咧，做了70几年。70几年呢，真正咱在地人够知影的呢。所以咱这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的，这不是讲咱家己人。在地手捞菜。我拄只好问真侪人，讲包顿的这下北部的哥哥最济啦吼，啊亲戚朋友来拢知名的真侪。做下午的下午茶。还是要配烧酒，对哦，吃点心足好哦。我爸爸两天平均两天吃一盖，安尼吼，两天吃一次。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马羹哦，后来新传统的锅渣味的啦，锅渣味，开动了，好好吃哦。今要吃这个锅渣味的真少，真啊，这个拢做现代化，好好吃哦，保留咱的传统的气味。因为一般哈，像你讲即卖现代化的迄个有诶肉下伤侪，那个嚼劲口感不一样。啊，过即卖的人哦，食即个注重吼，较不爱食遐咸啊，较不爱食遐甜，刚刚好，拢食较正。啊，咱的物件你食，气味拢拄好调甲，愈食愈爽脆安尼。真正呢，而且里面有一个脆脆的口感。还有麦子。麦子啊。肠啊，青菜。一定要夹袂出来，你好，那个外行人，可是真的很好吃。还够有哦，这细汉我爸爸。分钱我知影，我爸爸最爱买卤是吧？伊拢用迄个后腿肉、后腿筋啊，甲这個地瓜粉。来看看哦，它的这个整个均匀分布吼，真的非常非常的。那地瓜粉拢用迄个笋的。笋的地瓜粉。这加一滴番薯粉，安尼清三块。肉我拢用温体的。我拢用不用冰啊，冻拢不用，拢温体的。你是讲
那所有的材料，咱的食材全部拢现日的，拢稳定的。啊，你唔要做早起来用？咱五点就起来，起来反悔。大店就是做回安尼，做到出大两点。去看遐温体猪的嘛。对。欸、真的很新鲜呢、嗯。因为吼，你像咱人去吃啊买，有阵时你我，那我去买，我可能甲买我中岛盖买。啊，拢会泡个汁啦。对。好新鲜嘛，啥啊就比较。比较不卫生。对。啊，我拢透早去看，无日头无好新，那拢足新鲜的。好新鲜呢，拢无迄个猪肉咸。对。很香很香。啊，这是啥物啊？鲫鱼肠。鲫鱼啊、哦。鲫鱼。咱鸡鸡椒啊，南地南葱啊，芹菜买一滴吧，真好食，足鲜甜的啦。这一定要品尝。啊，这嘛足少人做呢。我无搞。真麻烦。嗯。嗯。足鲜甜的，啊，这食营养阁真好。啊，咱的食材拢天然的啊，拢无添加一寡咧未食的物件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这粉油粉量粉好吃的鲫鱼肠，可是外面吃不到手工限定商品呢。每天现灌现煮，新鲜绝对吃得到。还有菜丁，嗯，还有鱼仔的汤，啊，但是无鱼仔的臭臭。有。然后很新鲜，嗯、你有感觉一种吼，鲫鱼伫咧嘴内底咧食的感觉。你感觉愈食啊愈刷嘴的感觉。对对。好新鲜哦、喔嗯，真好吃。嗯，还有这个，哦，还真贵。这是真贵，是以前哦，较早是拢有用金马吧、金光吧，但即摆算成本较悬哦、喔，都无啊，都爱用迄、那个咱的猪油哦、喔、来替代。哦。啊，内底有那种葱啊、芹菜、米子，规个拢用两蕊做起来。这用两种。拢无半滴水，规个全拢两，啊，甲面粉安尼。我来讲哦，这我食落我就知影、喔。你食看卖。足松软的，就吹到滑呀嘞！我好像在吃蛋糕哎。对。为什么那么像蛋糕？嘿，啊，真贵！你做了较，我咧做较无遐定啦。嗯。我拢用两夹米粉哦，做甲较胖。啊，你食入嘴，然后啊，你有遐侪人去食，一吹到滑。绵密的口感就好像古早味的蛋糕一样，咬下去满满的蔬菜及猪油香，好想一块接着一块，难怪一出摊马上就被卖光光。啊，这是。这松板猪。嗯、黄金六两肉了，黄金六两，哎、欸，这些双板肉，来做红烧啊，很珍贵耶。那么想要用蘸酱吗？别闻来噻，闻来噻，那种气味的。我先加原味。好、哦、赞。嗯哼。伊煲安尼，迄个口感真好。切切，啊，敢那足鲜甜，啊，迄个肉甜、肉汁、肉香。好食，跟我们那边来讲啊，你知道？好好吃，你知道那个肉很有嚼劲。对。啊，但是不是甜哦、喔。不是甜，伊就是那個口感真有啊。对，你感觉这猪啊，伫你的嘴齿底下咚咚咚咚咚。对。对。也怎么可爱啊？哎呀、啊。很好吃，重点是新鲜。对对。真，我就惊食到迄种咸味的。对。就是吼。啊，这种套餐物件拢新鲜都不咸。真的，较早我爸爸弄个爱买嘛吼，那有嘛买过，嘛买过咱的，啊嘛买过很多啦，拢白买白走。我捌食过吓，迄有一种就是腥味很重的。啊，有吃哦，现在的物件我日日吃啦。嗯，我日日拢袂较完，我无你袂过咩物件，哎，所以你食拢足鲜的啦。我知影，即即马等下白白那边豆饼家，你若看是哇，点着滴出来，歹势吼，唔免两点钟扫完，太可怕了吼，秒杀的。绝对是新鲜的，完全没有一点腥味。就是因为老板每天不辞辛劳，自己上市场挑选当天所要料理的食材，所以从食材开始就严格把关，加上传承三代的好手艺，真是好好美哦！来，阿哥，我这里。阿弟，第一回。第一回啊。这主力的啊。你要换一种特别的，这有什么哈？有地瓜。有地瓜哦。番茄。今天来这很番茄哦。哎，你吃较甜啊。我没吃过哎。啊，你吃哦，迄个花你吃较软 Q， 较袂安尼泡泡的感觉，较松软，较松软，好妙哦！哎，还佫足鲜甜。哎，那个地瓜，我没有想过说地瓜吼含迄个地灰啊，在一起的结合这么妙，因为迄个地瓜香啊，会衬托糯米的这个香气。啊，伊佫会甜。对哦，啊，你佫袂感觉像糯米，一般食糯米会感觉掉脆脆吼。佫会泡泡的感觉，啊，这味啊，嘿。嘿，都不会，哦，好吃哎。哎，就香酒哎。嘿，很好啊。
下午茶，讲吼，你一杯饮料吼，啊，佮配一碗吼，足好势。秘鲁船无？要船，等下我再来船。忍不住想要有个啤酒，你懂吗？当天生意真的是太好了，所以我放过黑人哥哥一马，让他去拼经济。换我来介绍店里的招牌料理吧。来这里一定要切一盘大肠跟香肠，最特别的是这里的大肠里面还有包皇帝豆，哎，独特的口感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哦。还有这碗啦，不辣米粉汤，不辣熬煮出来的香甜汤头，配上卤熟肉，真是一绝啊！家里人有这样的下午茶，真是幸福啊！传承三代的手艺，坚持最新鲜的食材，让嘉义人的下午点心时间多了个特别的选择，用最纯粹的心做好一件事，这么简单却让人最感动。下次要带大家去找寻什么样的达人呢？来 K 行啊来，我们下次见喽！快人走起来，轻轻松松，自己动起手却笨手笨脚，哎呦，我看我是出一支嘴，假套套的好，这么专业的事就交给达人喽。